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这个哭泣的持有者，对，我就是那个持有者，对，正在哭泣。基本上做球给路西法看的是蛮明显的，不过就算用路西法转出没有一定程度，好像也没那么好过哦。这是关键哦，先指定这样打哦。这时候把那个错开，好，留一只，漂亮的出击。咱们就是一只啊、哦，一只靠后路看就好了。哦，边转边做叠珠哦，各位。哦耶，听听。就是这样处置就对了。血太多了，光在那边撸浪费很多时间。我做三颗，我就是故意做一点新珠出来哦。我们珠子绿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等CD跳了。缺珠，确定老输嘞。技能出满了哦，是可以带走他哦，但你要攻击珠才能带走哦。到底要撸多久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直撸就对了。这关卡就是一直撸，一直撸，一直撸。然后没有四颗，所以我只能这样撸而已。当然有四颗我撸会比较方便。
去吃，看他残血干嘛？还不死，真的不死。掉三颗，刚刚好。再见。我会放妲己吧，妲己 CD 比较短，因为萨满 CD 比较长。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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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攻敌哦，2%扣血50%。你只要不断心就不会死啊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虽然说做球给路西法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一点过，虽然说我认真跟不认真差不了太多啊。喵。神族克制哦，其实一样哦，不要断心就好了。那不断心，干魔术也要上去哦，不是乱乱转就好了。你干魔术至少要三排啊，三直排哦。牌组不要太乱，我就基本上我看起来是都还 OK 啦。再一点点哦。好可怕！强化术不要断当然是最好啊，我有些时候不好控制。1直排，2直排，哦，基本上看魔术比较没那么有把握的3直排，
就还 OK 啊。然后这一关的话，我们先转这个迪亚波罗出来。CD2 有个好处，我们可以做两波的爆发哦。再一波哦。我会想转这一只，因为转猪的实力没有像，因为只有三到五康宝，没有那么高康的话，我们保守一点的打法。当然，如果有一只 CD 一、D 二、一只二，也可以用这个打法。这什么现象？血量不够的意思？他妈，怎么会有血量不够的现象？因为我不太记得那个转出的顺序哦，大概印象的转一下这样，好像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对，是这样，没错。再见！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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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比较头痛啊，这边我会做强化猪出，那个新猪出来。这什么什么猪啊！啊妈妈的嘞！准备该打几了啊、哦？龙科，哦，基本上这个龙科我非常非常弱，非常弱，因为这个会slow motion，所以我就慢慢切了。有没有看到画面非常非常钝，那个跟小朋友切的差不多一样速度的，六千多分。Don't worry， 这个攻击力会大幅提升哈、哦。守心水哦，我们这边有一颗很棘手的柱子哦，所以我们必须开这个对路西法，加上魔王月舞、哦、一样啊，转身直白哦，有没有什么还可以开的？没有什么可以开的。
这个不太熟，不过不要介意哦。叮叮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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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嗯，好，虽然说好像有点刺激，不过还是可以通关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以上是这个神器的持有者的三到五 combo 的示范。哦，基本上是不会打攻略的，给影片大家想看可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今天的这个示范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三成就哦。哦，对，三成就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